较早在分林关四湖埔啊寮附近，有四王四传两庄的人，伫遐讨海过日子。本来两庄来来往往，有家有娶，感情正好。要唔过因有一个王家庄的人叫做李头子啊，离奇来死亡。同款是王家庄的乌犯，讲是蔡家庄的人甲伊害死，因此引起两庄的这个误会。因为蔡家庄的戆鬼无小心，佫开枪来拍死乌犯，代志是愈误愈严重，愈来愈复杂。两庄的人就怎互相无要来往，更加不准联婚。蔡家庄蔡九三的后生天明，佮王家庄庄长王水准的查某囝秀芬啊，是一对情侣。因为猎头子的事件，地主天明甲秀芬袂当见面。经过天明甲秀芬的努力，蔡阿华愿意去王家庄做说客来讲和，两庄来出现了和平的希望。也毋过去予可夫暗中来破坏，阿华被人害死，两庄又阁出了新的危机。天明无顾一切要为阿华报仇，秀芬为着要救伊的老爸，徛在因老爸面头前。这场误会敢会当顺利化解？天明甲秀芬两人的命运又阁会变成安怎？我了这两庄拼到有的死有的倒，这实在是真唔好。即马真无简单，才要讲好，大家来当退一步检讨，卖去追究过去谁对谁错。那安尼以后就无风波。阿华来做公亲嘛，才有公道。也毋过阿华毋知安怎来去予人害死，这蔡家实在真受气。王家嘛感觉真怀疑，蔡家嘛王家卑鄙。王家讲蔡家无道理，也毋过两庄拢毋知影这个代志，拢是可夫伫咧变。即阵啊，天明愈想愈受气，规腹火无法度吞落去。伊感觉蔡家袂用为着伊，真正软到哪满子，连派出去的公亲都予人害死。老一个查某囝六岁是要予啥人饲？所以伊无顾伊家己，一定要拼过去，甲王家论一个道理。啊！干嘛你们讲？蔡大明，咱们是讲好啊！你有啥物气躁、悲躁，来到王家，见人就拍，你起笑哟！我无起笑，今仔日我一定要让阿华报仇啦！啊！哎、欸欸，你讲阿华，阿华冤了！你卖个假啊！阿华因何你歹死啊？啥？阿华死啊？害阿华的命来！哎、欸，你啦，你在做啥物啦？小华，你闪开！我无啦。啊！啊！哎，天明，天明，哎，那我跟你讲出来，你无在家啦？啊，是呢。你连乱讲啥啦？天明，天明，迄天阿华甲王贵因离开了，我应该是无再看到阿华啦。秀，连你也要骗我？好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我够做两个土人。到迄个时阵，我要见着人死的，我要见着死的。天明，哼，蔡家的人拢笑的。阿爸，天明这么生气，这其中一定误会啦。哼，蔡家表面上要来讲和。其实嘞，是要来偷拍咱啦。阿爸，你要去做？被传人甲伊拼啦。阿爸，阿爸。秀芬无想要看到的结果，煞来发生。本来两庄就会当和好啊，因为阿华的死，即马煞爱决一死战。到底是谁害死阿华的？我跟你也无冤无仇，你若要害我啦，哎呦，我歹命，我歹命。你已经看到我害死阿华，
所以你嘛要想要我出去啦。我做细汉咯，目睭都无好，记忆阁歹。我看到代志哦，我拢随便记哩。我无看到啥，我无听到啥啦。敢真正有影？无啦。那呢，我了你看清楚，我到底是啥？我歹看，我歹看啦。我叫你把目睭不要紧，看我上头听着无？你火烧地头袂，面色啊面色啦！你是在讲啥？我叫柯虎，柯虎，柯家，阮这个嘛姓柯，真有钱，但是伊真苦，死也袂啊！死你个大头啦！你阁活得好好嘞！那呢？你是？讲起来吼，我嘛是你的阿叔啦。阿叔。安尼算起来，我唔甲你是亲戚咧，哎，我那只衰啦。你是咧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，我那只衰，有你这款亲戚，哎，算人共起做干咧，啊，你唔放我走？袂用诶，我来放你走，那你所有人就知影，我太奢华。你叫是我甲你同款，哈尼啊戆哦！袂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若放我出去哦，我就抓，我绝对袂敢讲啦。你想都免想啦，也唔过吼，我袂让你枵死的。而且所在有吃有饮，你放心啦。你当时就要放我出去啦。即马这两家伙啊，互相误会啦，我感觉错个，一定互相残杀。等这件代志过了以后。我昨天来帮你讲，你小等下啦，小等下啦，人喺外头，人等我要饮酒呢，啊，今仔要请我，你嘛紧放我出去。吼吼，你的死期就要到，啊，佫敢那想着食啦，真正是无救啊！哎呦，这个，王姑的因为是苦妇的亲戚，所以讲会当躲过一劫，也毋过伊无办法出去作证，讲阿华是予苦妇暗杀。王姑的这个时阵正着急，目睭紧紧看到王带两家要来请面。伊家己想无办法，是足懊恼。阿爸，快找我阿爸啦！阿爸，你去倒位啦？阿爸，你去倒位啦？阿爸，好想我有老爸，我有老爸啦！阿姐，你跟我老爸去倒？小芳啊，别哭啊！恁吃一步路用，才让恁爸叫人害死。天平啊，你也唔通想责备大家。问题讲，人事不能有生嘛。我一定要替阿华报仇。报仇？即马凶手是甚物人，嘛唔知啊。我听着是外地人害死阿华呀。这哪有可能是外地人做的啦？伊甲王姑爷去讲，过无外久，就发现阿华死了。这哦，一定是王家的人做的啦。我想起来，迄天，伊两个要去王家讲话的时阵，就经过我的店。按讲代志若讲成功了，就要来我的店吃饭、甲啉酒。会啊，就无看伊阿都转来啊呢。即马阿华死啊，王姑佫一直找无，唔知影是死，还是我。假使王姑若是有代志，会当找到伊，就知凶手是甚物人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王姑的。嗯，王姑的伊也是一个老实人，希望伊会当平安无代志。以王姑的个性，伊是妖怪爱人请，只要有通食，一定会拼出来食。也为什么到即摆还无看人呢？到底王姑的是活，或者是死的？这个问题，予天明感觉真困扰。在王家庄这边，顶回天明拍过来，有真侪人受伤。秀雄看了这款情形。尤安真热心，要为这村民来服务。也毋过，所有村民拢知影，拍人、杀人的，就是秀芬的心上人蔡天明。心理上，大家拢真生气，所以将所有怨气发在秀芬的身上。秀芬啊，
我知你想赶紧生意，但是呢，这种的人拢袂放你煞。是安怎嘞？即马两种的人，敢若冤仇人，迄大错家查甫人伫咧斗阵。啊，你若毋是选对个查某囝，你老早就叫我们拍死啊！你是应该哄的，想叫我去爱着错家的人。阮老爸嘞，伊召集所有的人要对付错家，伫倒位？我嘛不知影，我来去找伊。小姐，小姐。秀芬一收到王家庄甲错家庄两庄要来拼庄，伊就开始烦恼。因为不管倒一边赢或者是输，对伊拢是一种伤害。上届好是两庄会当和平共处，也毋过苦妇就无同款。因为伊是卖火枪的商人，上届好就是两边火拼，安尼伊就当赚大钱。除了赚钱伊之外，也就是秀芬甲天明的关系。地主苦妇一定要想尽办法加紧脑汁，和四王四全两庄。大车拼才会用的。秀芬啊，你安尼雄雄公公，你敢是咧找人？是啊，我咧找阿爸。哦，你咧找恁阿爸？你问对人啊啦，我知影恁阿爸咧倒位。我看吼，还是我找你来。我跟你来去。秀芬啊，即马庄下来啊，四界拢乱糟糟啦。我看，还是我带你来去，你甲看安怎？好啦，多谢你啦。你不是讲阮阿爸伫遮，咱无看到人呢？因为过来，伫头前个房间咧开会啦。真正是的，我哪会甲你骗？来看嘛就知啦。可有将秀芬骗来引导？秀芬也以为讲是伊阿爸最近来要找伊。当伊走入来个房间一看，是一间结婚的新房。我头想要走，煞去予可有甲挡掉了。你毋是讲阮阿爸伫遮？啊人呢？恁阿爸无伫遮啦，也毋错。你未来安在你家啦？你想要怎么想？我有找你，当然嘛是为着要娶你呀。嗯，我特别把这个准备来呢。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一下？你搞的！你把我绑住！我是这么简单才把你骗来这个所在，我哪有可能安尼就放你走啦？你不跟阿爸对付你是无？对付啊，无遐尼啊简单啦、啊。原本恁阿爸本来就答应咱两个婚事，只不过去予蔡玲玲臭小囝害了我的好事。今仔日，我害你做我的新娘。你别笑笑啦！你即马在我的手内，你无答应嘛袂用的。你莫再叫啦！我这个所在无人听会到的啦。哎呦！弟妹，你出去，下大门口好好搞看，有人伫个，马上来搞讲。秀芬哦，可有抓到？是不是遭受可恶的侮辱呢？秀芬要安怎才会当躲过可恶的魔掌？
秀芬正在危险的时阵，天明伫普天宫求神明指示，问王姑的究竟是生或者是死的。金杰啊，这个签签是安怎解释？依照这个签签的方法，你要找人王姑，伊即马阁活咧，只是伊被困住，暂时是无法度发生。啊，伊即马人伫倒位啦？签签内底并无讲伊即马伫倒位啊，只是讲伊阁活着咧。不要紧啦，只要伊人还阁伫个吼，我一定找会到伊个啦。我也是很简单，才等到今天呢。如果你若无答应，你的下场就跟阿华同款。你说什么？敢说你不知道，娶阿华就是我杀死的。哪里戆鬼呢？敢说你也是他杀死的？算他好命啦，他跟我亲情关系。虽然他知道我杀死阿华，要不过我把他关起来，无甲杀啦。哪呢？阿华呢？你想要将伊杀死？代志真简单啦、啊，我就挑工要两顿烧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哈哈哈！为什么哦？敢讲你唔知啊？我是靠什么吃饭的？你看清楚哦，这张就是温准我买卖火器的许可证。我就是靠这哦骗你姐的。原来所有代志拢是你引起的。无唔对啦，假使讲若无拍起来，我就无钱通赚。而且哦，拍得愈严重哦，愈久愈好啦。你是在做卑鄙的？卑鄙？我若无来做，我就赚袂到钱啊。而且我嘛无法度娶到你遐尼啊水的某啊。你放我走啦！你放我走啦！我老实甲你讲，你甲遐散车娶到闽道的喏，那是无前途的啦。讲哦，你搞较好啦。你别安尼啦，我会惊啦，你让我想一个啦。哈哈哈！好，我有时间考虑考虑，但不过你千万唔通变鬼变怪哦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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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也不过想着将可恶小人来倒转来，一定会对伊不利。地主伊住房间内，四鬼一直找，想要找物件来对付可恶。这房间内面到底有啥物物件通好对付可恶呢？当伊看到镜台边这对积台，伊将垃圾台拿掉，就伊软弱的女性，敢有法度对付阴险奸诈的可恶呢？这个可恶表面结果真故意，暗中做这么多歹代志，假情假意，空嘴薄舌，做代志哪情是？要受短命路崩死，专门在咧赚迄落恶心钱。一声吩咐千岁，若无保庇，秀芬嘛无法度走出去。那安尼，这两桩拼落去。这条才是大代志。秀文啊，唔免考虑啊啦，替我比较较好啦。我让你一世人过好日子的啦。秀芬安怎想都想袂到，可恶竟然死在伊的手中，惊到秀芬唔知要安怎才好。突然间想到讲戆鬼，戆鬼伫遮，伊爱赶紧想办法。即使伊在可恶的身上找到一罐锁匙，锁匙摕来，赶紧要去救戆鬼。
就在这个时阵，最准啊，就是所谓这个证明，趁蔡家这大波人讨害掠伊的时阵，要去攻打蔡家庄。顶届蔡家假好心派人来弹劾，结果第二天透早就来偷拍人。咱就种诶，即马搁伫遐调休，大家想看卖，蔡家人是毋是该拍？你看你过来讲的，敢真实的？敢真实的？我骗你要创啥？操！即摆认真要变装，我即摆来去见你，你知影会好无？我走袂了啦！哎，阿姐，我阿你讲，你先来吃，我有代志，你看，这个要做完就好吧？袂用的啦，你这个搬路的呢？哎，走袂了，你生理是要做无啦？好啦。秀文，阿你哪在遮？别管你做，我先给你拍过。你今天去抓人，你出去让我闭起来。阿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昨下来人要杀过啦。哎呦！阿恁我来刚回去，我都无要去扫到红台买过。你哪会使无回去啦？刚讲你忍心，可能拢去红台试试吧。哎呦！阿你都叫你老爸莫拍过来就好啊嘛。我去讲来受好吼，我早就去讲啊啦。啊，不好啦，好啦，阿可有变啦？伊要害你啊啦！大姐，哦，那要害我，我紧转来。啊，你唔着搞同齐来转。稍等一下啦，我搁要摕一挂证据吼，来证明咱两庄的误会，拢是可恶一手造成的。哦，安尼哟，啊，你也较注意咧哦。你去这段时间吼，甲后来代志甲大家讲好清楚，化解咱两庄的误会。啊，你放心啦。哎，我这边啦。王家庄的人利用蔡家庄的大波人去掠伊，走来蔡家庄见一个拍一个，看一个杀一个。蔡家庄所有这些查某人，拢集中秘伫普天宫内面。也毋过王家庄的人已经来到庄内，见一个拍一个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已经渐渐接近普天宫了。金宝，咱即马是要安怎啊？小凤，你莫惊，咱即马等你想办法。是啦，我看吼，咱就来救温柔千岁吼，保庇咱平安无代志啦。有啥物通好救的？啊，毋紧来走。安这样一个人，是要咱走会去啦？唔走，无是要咱遮等死哦。对啊，是要等遮等死哦，爱紧走啦。咱等遐变汉子，咱遮老的就好啦。走啦，咱等遐变汉子。五虎千岁，众神明，请你保庇我，请你保庇我，请你保庇我呐，请你保庇我呐！五虎千岁，众神明，五虎千岁，众神明，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，
请你大发慈悲，请你大发慈悲，保庇阮度过一劫，请恁救阮啊！救苦救难，大发慈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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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苦救难，大发慈悲。好，来家。奇怪，无带无钱，哪有这么大风？秃头，咱先回来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咱先回来，我来讲。来，回来。就在王家庄的人渐渐接近破天宫的时阵，温富潜水施展出神迹，解救了蔡家的这些走人。温富潜水，江新民，你救苦救难，大发慈悲，请你保庇阮度过这劫。秀文翻头转来苦伟房间，想要带苦伟身上这一张卖血钱的证据。你是死啥鬼？你竟然敢安尼对待我！杨哥，你放心啦，我袂让你死。你看我安怎对付你！往过三步做两步走，要赶紧赶回去蔡家庄。当伊入来到蔡家庄，看到这款的场面，伊非常的紧张。脚接脚，赵三啊，甲天明也转来到位。看到这款的情形，伊原赶紧冲入来。哎，是，那是这多人啊！这一定是王家做的。阿爸，阿母敢会有代志？你嘛想看卖？拢总死人进来走。王贵，头前后壁拢总死人。王贵，啊，这个讲你唔敢去倒位啦？我都去用你阿去，秀文他救出来呢。秀文，秀文你倒位？秀文哦，叫我来给你通知，王家这个人要拍过来，我看。已经收班了啦！蔡船长啊，蔡船长啊！我找恁找足久啊，恁转来上街拄好。你找我什么代志？船长夫人哦，甲所有的查某人，还佮迄细汉囡仔，拢被伫个破天宫遐啦。哦，通知所有的人，上来破天宫。阿爸，我讲唔过去找秀文啦。嗯，找着了，进来破天宫，帮我汇合。不会啊，阿妈，啊你讲你去有派人呀？啊，伊个派人是啥物人啊？我袂用讲，讲啦，我唔敢讲，我讲的性命还无义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无我问你啦，啊秀文怎嘛人伊倒啦？秀文哦，啊秀文都去有靠掠去呀？哎，我迄间嘛去有靠掠起来关呢。啊，好佳哉，秀文甲救出来，我有叫伊当日转来啊。伊讲哦，伊要去提证据，叫我先转来甲你通知啊。可有俩秀文是要创啥啦？哎呦，本来可有甲秀文要结婚，因老爸向阳刚退婚，哎，可有俩戆呢？当然将秀文抓起来啊，就是要甲逼婚。还佫有哦，为着袂让你甲秀文斗阵哦，伊杀死阿华，就是要引起两庄的误会。你唔则无得甲秀文斗阵。啥？可有杀死阿华？哎呦，阿无代无伫只讲出来，这是我恨死的啦。好，咱先来找秀文。对啊，我再过来找靠正孝。阿妹啊，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叔，阿妹啊，妹啊。
阿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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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妹，有要紧无？没要紧。大拢无代志哦。王家人有遮来无？无啦，王家人来的时阵，阮就规定在遮避啦，也无看因到遮啦。啊，我到位怎啊来来嘛，拢无看到人呢。啊，我知影啦，这一定是阮上一个县令，看大拢平安无代志啦。嗯。这笔钱，我一定要甲王家讨到倒来。王贵啊，啊，咱四个拢找甲差不多啊，哪会拢找无人？你敢会记唔着所在啦？这对啦，我就是想管理这间厝的查房嘛。哎哎哎哎，还佫一间房间，咱来看卖。哎，这嘛找无人呢？啊对啊，可是甲秀文送去倒位啊啦。这不是秀文的手巾啊，那哪在家啦？啊，我知啊。之前吼，秀文可能有看过你家。啊，你讲秀文救你的，啊，应该无代志啊，对。啊，这么人呢？我哪知？王贵，咱分开来找啦。好好好。天明发现到秀文的尸骨啊，伊非常的担心，秀文到底是生或者是死的？没事哦，起来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卖你只鸡鬼鸡怪，走啦！喂，我看的是真正行袂轻松。恁爸代事要你管啊，走啦！你不如给我拍死好了。你放心啦，我袂给你拍死。你讲你行袂轻松呀？好啊，啊你就踮咧遮。恐惊哈，连你所心爱的，最后一面你就见无啦。加油呀！阴险浓毒的客户，用了这款手段来对付秀芬，秀芬敢有法度脱离开伊的魔掌？王家庄甲蔡家庄这场恩怨，敢有法度化解？这个客户是专门用傲步，这个人是歹心恶落多，这若要死就找伊十五，也若要待就放甲好。也讲这个水船也嘛有影真害，代志也无要查一个较实在。等人娶家的查甫人弄出海，伊才规定娶过庄去甲人抬，这实在嘛是有影不应该。加在有这个破天宫。减少一届病症的死伤，可恶害人，搁六痛六痛，这若予伊会好嘛？天不将。拄着这款代志，实在有够衰啊！船长，一定给蔡家人抓起啦！蔡天明了去嘞，应该无代志。他是讲应该无滴嘞。阿明啊，赶紧叫人来，讲话查某囝秀云啊，给蔡家抓去，咱要去蔡家，把秀云啊叫来。我上夜班。我没记得，别你管啦。你是不是要过去找蔡家麻烦？安尼唔好啦。阿娇，我问，为什么伊拢爱为蔡家？哎呦，我倒一边我嘛无为，我是爱你两家好好，莫安尼哦，定定在拼争啦。明白，你帮助小红得分，
进前，搁阻止阮去找蔡家的麻烦。我看你哦，敢是蔡家那边的人呢？哦，王团长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呢。我甲你秀文嘛是好朋友啊。即摆秀文失踪啊啦！我看，一定是蔡家那边的人抓的啊。袂啦袂啦，蔡家人吼，绝对袂抓秀文啦。就是讲，伫遐迄边有天明阿弟的，所以秀文嘛无代志啊。哼！照你的意思讲，我看到蔡连明，就爱甲伊制造下药。王团长啊，你卖生气啦。讲实在，恁秀芬啊吼，甲迄天明啊，两个吼足素配，可比天生一对呢。天生一对，卖互我看到伊。那伊讲互我看到伊，我一定亲手甲伊虐死。哎呦，团长啊，卖甲伊啰嗦啦，伊帮助蔡家就是甲咱做对啦。我话吼，你来讲点啊？哎呀，点啊！我拜托你好吧，你今吼还搁再讲个点啊好？嗯，这就是你哦，帮助蔡家下场啦。等我，等我啦！啊！小机会讲真好啊，好心无好报。阿娇是好心叫伊两庄卖饼庄，煞去予水船啊误会，甲变甲规间店花巴里了，予伊要哭真正无目屎。咱这几年来，甲王家势不两立，啊！因怎么阁趁咱出去讨海掠鱼，来甲咱偷拍？这件代志，你讲咱要安怎处理？大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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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阁听伊讲，因怎么规庄拢带来要向咱输赢？各位乡亲，咱怎么倒来团结时，咱阿咪拼，好唔好？好！好！好！加油！加油！再团结时。敢真正变王家庄人小命了？该当是拼输赢的时阵啊！阿姨，天明甲小芳，你着好好啊，甲照顾。叔公，你莫甲人相拍，好无？小芳乖。唔是讲爱向人相拍，又唔叫人怎么出来要拍人啊？啊，恁无向人拍，敢未使？啊，只讲安尼讲，你敢有了解？小三啊，那安尼我要安怎？你带小芳、甲祖人、甲庄下来遐老人去普仁宫面起来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怎要向拼性命呢？爱所叫走的面去，那安尼我要来放心啦？迄现场火情遐多。真危险吗？我唔惊，我嘛惊。好啊，你的心我了解。也唔过，那伊在病症的时阵，是生是死，我嘛无把握。万一我闹啥物三长两短，天明甲小芳是要叫谁来照顾嘞？好啊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唔过，你家己爱较细腻的。注意啦！天明这公狗囡仔，暂时还袂倒来。你用完了伊啦，我叫你遐找来。我来去准备。这场病症是无法度避免，王家的人甲蔡家的人拢要来决生死。这若病起，一定是昏死片影，血流成河。王美的心肝内是真着惊。蔡家庄甲王家庄两庄的人准备要大吃饼，因将有面临着悲惨的命运。要温故千岁是要安怎来保护保阿廖所有的村民呢？阿娇姐也啼啼叫叫，伊这几年来所经营的这间小食店，和王家庄的人弄到已经是花白里鸟。老七。
下了。哎、欸，王姑哎，嗯，不是我是什么人？啊，你不是死啊？哎、欸，别，谁讲我死呀？我唔是活得好好呀。嗯，大家都嘛安尼讲啊。哎，我别讲的啦，我都还袂和你请，我哪敢去死啦？要请啥啦？你是目睭青未啊？无看哦，讲到明明白白，要安怎请你啦？啊，哪安尼啦？啊，讲起来话都对我心里讲。啊！你少在死啦，拢找无人，两钟头有到你哦，拼就拼啊，足厉害，你知无？哎呦，我讲起来嘛是话头长啦。啊对嘞，啊秀芬嘞。讲到秀芬，王家就是要找秀芬，唔只搞我的店讲啊明明白白，而且伊佫讲啊哪，你知？要去恁娶家找恁算账。啊！要讲去娶家，咱佫是要创啥？紧来去啦！啊！王秀，你唔通比东比西啊！還不你别搞应试应试哦！我讲，我准备了一出好戏哦，要让你看。即马王家的人已经去找蔡家算账，你马上让你看。你到底是想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要是你就知啦。囝，快点等，先给我找个囝交代。哼，讲什么笑话？到底趁阮查甫人出来抓伊，当来剩只左人，啊！你着带人要来甲阮偷拍，这笔账我袂找你讨的，啊！你煞要找我来讨人？嘿，是你先动手的咧！顶届咱毋是讲好啊要和解，结果第二天偷走，你着带人来偷拍，臭口恶人！我拜阿华也免和解，结果咧，阿华即嘛死啊！啊，毋是恁个害死，我是上个害死，啊！无我敢会无冤无故去甲恁拍？阿华毋是阮个害死的。把我的查某囝交出来啦！我跟你讲，无在遮就无在遮啦！迄痟的啊！反正啊，莫甲讲我济啊！咱拼啦！拼！咱拼！拼！蔡天明的出现，和王家庄的人真抓狂。又过另外一面，一个稳重的所在，却出现着人物，和天明带来种种的危机。秀文啊，迄蔡天明的臭小子，在你心中的人顶，我在哪里？不要你心目睭看到伊。死在外火上烧，有啥袂用的？我就是要你亲目睭看到伊死啊！啊，你唔只乖乖一世人跟在我身躯边。我甲王姑诶做伙去找秀芬，王姑诶讲秀芬去互客户掠去啊啦。哼，你卖听我白讲，客户掠阮秀芬要怎样？我嘛唔知影，啊等下王姑来吼，伊自然就会讲清楚诶啦。啊你嘛，莫甲讲我地啦，该拼啦！拼！不行啦！我先给人解决一下啦，你讲吧。
大腿姐，你大腿姐吧！你啥鬼精？你啥物啊鬼精啦？哪边鬼精？多少鬼刀？你多少鬼呀？你多少鬼呀？你以为我亏钱不？你有亏钱不？三明，三明，三明啊，三明！三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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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明啊，三明，三明。呀，来来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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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亏心，我已经受伤了，你不能亏心，你不能亏心嘞。哦，亏心啦！老板，老板。天明，小回来，该衰了，我就要看你。天明，天明，天明啊！你，天明，你清醒啊，天明，天明。早去倒了。我讲你，心肝阿来吃，他明后是会歹死，我嘛过真该怕死。好，那阿我嘛是安死，阿两三个五岁，老死的就歹死。王大爷，可恶！就是要破坏咱两庄的感情，假袂清趁钱。啊！哦，想要到这个人，心肝这么浓毒，应该是爱死。阿娘，阿娘还搁在乎个？答应你，
手啊！叫啊！叫你不要这么戆人啊！千里不留做不见我，我多么的失望你啊！叫啊！叫啊！咱心里有支持，因为黑头子啊，我袂去到何番，所以何番哦，万分在心啊。何番啊，想要把所有啊竹牌啊拢分掉，才利用黑头子啊，甲着蔡家阿添啊，互相起冲突，来害死着黑头子啊，将这罪名拢撒扫蔡家。蔡王两庄的人，经过天明的死亡，甲秀芬的自杀。以及文武王爷的指示，大家站在神明的面头前，互相约定，无要再争斗。两庄的人永久和平相处。感谢文武千岁，救忠好救人，再出大吉。拜拜拜拜。经过双方的同意，天明和秀芬两个人来斗阵。在生无法度来斗阵，百年了后，永远不分开。阿娇姐啊！阿娇姐啊！你是要创啥？你要离开这？是啊，我看你两床头安尼，小病床，看你心肝足艰苦啊，无想要住这，我要来去别位发展啊。唔系啦，这袂歹呢。那有啥物好？你看我够好？你看，规个拢毁了了，好人嘛拢死啊，还有剩啥物？遐个有我啊。要安怎？我嘛是好人呢。啊！你伫遮，嘛阁真侪其他的好朋友，你敢甘离开哦？我甲你讲，你若去别个所在发展，一定要重新拍起，要找新的店面，交新的朋友。啊，阁有吼，生意若做袂起来吼，迄个时阵，我讲煞袂，甲斗争利益。啊！你这阿娇听了王姑的苦劝了，决定要阁留落来，两个人继续要为两庄的和平。来打拼。来，
今天有在忙啊？有在啊。嗯，刚刚我看你愈来愈水啊。哎，你敢坐咧啦？哎，大哥，你来我坐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平啊，哎，人这么多吼，这菜一定无够，我好来传两项哈。小姐啊，你的菜敢好吃？哎呦，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也不是今仔才来我这吃物件。我的菜若无钱，哪会生意遐尼好？对不对吼？生意也无钱，啊，食苦嘛，唔知会知。死你那宝嘞！你啊，迄个就笑啦。想要吃我的豆腐，你哪知我会用嫁时阵哦？你还搁咧吃恁的啦？阿平，你平常时唔惊笑，俺也跟你说无法度。阿平啊，你吃家己的豆腐哦，黄豆豆。哼，那那当然是。来来，上青的来啊！你看，你上青的啦，把你好高啦。看啥？食物件啦！阿平啊，你交第四件讲无话啊吼！阿元啊，拄只你出声，我也无插你啊！你若要加讲话吼，你就吐袂听。讲啥物话啊？哈？阿伯你是安怎？别哪对？哎，你两个，你错，我冤家呢！小弟啊，这是阮王家庄甲蔡家庄的代志，我袂当你只小怕，行行。来了，妈。啊！今摆是要对拍，是要做伙来啦？要讲遐济啊！那真奇怪呐，安尼，你拢真傻啊！啊，这鬼啊！莫搁怕啦！你莫搁小怕啦！莫小怕，莫小怕！你唔通搁怕啦！这两个死啊，亲像三匹鹰台，又凄美又悲哀。这拢是妖兽苦苦甲人害，两庄才会误会起小台。这个故事拢是实实在在，两庄无通婚骨力大，一直到甲温府千岁显赫甲因化解，到甲四十年代，两庄才阁有往来。有一摆，温府千岁启动，指点咱这个薄寮人，讲咱家会出金港，啊，因就半信半疑嘛，半妄望。真正经过无几冬，政府就来这建设一个大渔港，这是专门台湾甲澎湖伫咧通航，就安尼好趁食，规薄寮拢变好业人。现在越来越红，就要感谢温府千岁给我们倒帮忙。民国六十一年的冬天，正是薄仔寮渔村准备要抓乌鱼的时期。温府千岁起驾，讲旧历的十一月初七要特别注意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这件代志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只讲是薄仔寮，也传到附近所有渔村。附近所有渔村的人拢准备，希望在十一月初七那一天会当满载而归。十一月初七到，天还未光，每一个渔港的这个渔船拢已经出来，几落十台的渔船向着海面上一直去。最主要的目的，在乌暗暗的海上，因要来找乌鱼。在一望无际的这个海面上，有看到渔船在海上弄来弄去。也唔过拢掠无，突然间在天顶来出现了一个红光，就安尼一只一只的船跟着这个红光去，就在这个乌暗暗的海中跟着红光来伫咧行，来伫咧行，后来到天光，结果捕了船只拢倒转来，所有这个渔村的渔民，大家拢伫港内议论纷纷，唔知是为什么，哪有这道的红光，唔知阁是为什么，突然间。远的海上乌云密布，海涌非常的大，然后风台来了，留在海上的这渔船，拢大家都沉落去。这个时阵，捕了渔民才会当大彻大悟，原来就是温府千岁所指示的，十一月初七是有风台，并不是乌鱼要来，
宽宏大量的温富潜水，为着要弥补渔民的这个错觉，特别显示红光，将所有渔船安全带回来捕捞渔港。可否以这座王家甲蔡家两家的纠纷，和两家发生冲突，造成病症的情形，已经违反着刑法的聚众斗殴、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罪，会当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另外，可否以贩卖枪支的行为，嘛已经违反着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贩卖枪支罪，会当判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